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很高兴又见面啦。今天我们的讨论主题是食品，但是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香瓜，我们的今天的主角其实是 Asher。今天 Asher 会来跟大家介绍几个他们黄金猎犬类喜欢吃的食物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Intro。